好不好？可以，好吗？可以，老师，我们就要换一个的，麻烦你们了，真的。白头古，哎，老朋友了，没事。今天有没有就是歌手跟建斌老师合唱过？没有。那是我的荣幸耶，我第一个，我今天是第一个。他们都没有资格，只有你有资格。不要这样子。为什么你有资格呢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最美的。不可以进了，然后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歌手。真的，张嘉玲都不要这样子，天天在后面。张嘉玲来了，不能讲他。你知道我以后怎么面对？杨千红、秀萍，还有谁呀、啊？金平老师，我们有在直播哎、欸，你不要讲。啊，有直播吗？我等一下会被你围攻啊！不要紧，他们会原谅我老人家的啊，来了。我们来合唱，这是我的荣幸。什么籍贯的？我是客家。合唱啊！合唱啊！客家啊！来，等你合唱啊！合唱啊！啊！嘿，冇问题。好。冇问题，冇问题。来，冲过来，你冲过去。你冲过来，冲过去。冲来冲去，冲来冲去。你这个冲来冲去唔得咧。中文唔得。啊你，啊？一言一端啊，一言一端啊，不会冲来冲去来的呀，冲来冲去好像有点怪怪的。我们唱歌叫冲歌。冲歌，这金老师是客家人吗？是啊，是。哦，爸爸，我爸爸不懂在看吗？爸爸，我今天跟金老师合作哦。你爸爸都比我小，是吧？我爸爸今年已经有63。哦，小我7岁。真的？你要叫我阿公。别晒啦。阿公我叫袂出咧，不行啊！那个保养。7岁生你爸爸。没事，可以。7岁就踢球。对，踢球。然后我爸爸也是有应该是年轻的时候有可能有跟你碰过面的。对对对，年轻的时候，对，他也是一个很爱唱歌的。我们无言的结局。对对对，我们来唱一下。但是爸爸有在吗？爸爸你好。把他拉进直播了。爸爸你好。所以今天是我的荣幸。爸爸我爱你。你不要乱叫，人家我爸爸奇怪，怎么那边有人叫爸爸嘞？